好玩了，来到是一个办公室挑战了。今天我们有 One FM 的一哥一姐嘞，阿内还有莹莹。嗨嗨，两位阿哥，在万众的要求和需求之下，我们必须要做这个任务。因为其实这个挑战呢很特别，就是One FM 跟八度空间的网上 social media 的粉丝们哦，他们就投选出来，他们认为说，哎，这个挑战呢最适合我们的。其实很简单啊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解释一下。OK， 我们有Coca-Cola。OK， 有汽水。对，我们有一盆水。必须要在一分钟之内完成的。对啊，就是impossible。喝完这个再喝这个嘛？你是说？先喝完可乐，然后呢就要拿着这盆水跑一圈回来，然后公司在跑那么大圈了。对，如果你没有在一分钟内完成的话，就要做惩罚了。如果是我们四个人都回到来哦，因为我们两个人一组，我们就要看一下到底谁的水比较多。那赢的那一方呢就不需要接受惩罚了。可是问题是，如果都没有人。 回到来，我是一分钟内完成任务，大家都必须要接受惩罚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一人喝，我喝水，你跑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要喝，个人进行 ，OK。然后这个惩罚呢，其实真的蛮好玩的，因为它有那个快感在那边。来，我示范哦。没有快感的。OK， 那这个呢，这个夹夹，大家应该有看过了。不过它是升级版的哈，来示范一下。你要教你自己才知道的。我们四个夹它，我们夹它。OK， 来，你看。啊！怎么你？很痛！你为什么演啊？为什么演到这样？啊！那个 OK， 好，我们开始了。所以如果你不要被夹的话，拜托你尽快了，好不好？就算我被夹，我也不要夹到这样子啊！痛的，痛的！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紧张的感觉？就无比的紧张，刚刚都比什么？刚刚是没有的，现在突然间不。开始了 ，OK， 不用紧，来，我们请来饮醒了哈。好，来，呀！你喊一二三啦！你有饮醒先？不用饮了，我要等啊！ 这样快喝完了，我已经预料是没有可能完成的，我就看他们可不可以一分钟喝完。我输了，没有体力精神哦。救命啊！终点在这边了。救命啊！三、二、一，过了啦！到了，啊！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回到来。 恭喜你们全部凯旋归来！你们真的很棒哦，可以在那么短时间内喝完可乐又可以回来。重点是你们不要在怎样，你们超时了，连阿叔也超时了。我跟他很到啊，超时了，又搞错，超时了。江婷周末，江婷周末，哎呀，做人。为什么你没有跑呢？我刚才喝不完，你看我，我喝几酒，我肠胃不好，我不能够一下子喝这么多的。我不好，做人要有体育精神，不可以不跑。所以你要喝着我。 全部给他喝，来！你们两个没讲，没有气呢。我整裤子都是气哈，裤子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所以来基本上我们四个都要受惩罚。没有这样子的，我觉得太阴凉了，这个不给我过关了，我很尽力啊。老板，你们三个，你们觉得我应该过关吗？不应该，60秒就是10秒啊。因为我有大快一点，大快一点啊，大快，大快啊，大。 OK，来，大快，三、二、一，啊！这夹子，这夹子的威力真的不是开玩笑啊！你看怎么来的？伤口啊，流血啊，伤口啊！可以，可以啊，姐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夹了没？夹手指头，太呀，夹了啦，看不到啊？对，看到吗？ 无论如何，我们的有马玩乐了，3月1号起，每逢礼拜天晚上7点钟呢，就在八度空间播出了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万FM了，谢谢。干嘛了？这。